们虽然只带你短短三天的时间，但是在这其中教了你们很多很多的东西。接下来的路就必须由你们完成，自己走。那音乐准备好了吗？我稍等一下哦，我的娜美姐姐有一点紧张。娜美姐姐很紧张，因为她的比基尼不见了。她有人发现在桌上是吗？好了，来小朋友看着我们队服，有会唱的可以一起唱哦。音乐再大声一点。我知道对你来说，这世界有一点复杂。我知道你的付出，却不懂该如何表达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承认世界的伪装，我知道关于未来你有自己的想法。人与万物都有存在这世上的意义，没有一个人我放弃的全部。我会牵着你的手，但是路要自己走。面对选择的时候，你心里宁静的角落，有一天我会放手，因为路要自己走。失去方向的时候，来队伍再往前站两步哦。我知道对你来说，这世界有一点复杂。我知道你的付出，却不懂该如何表达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承认世界的伪装。自己的想法，天地万物都有存在这世上的意义，没有一个人有放弃的权利。我会牵着你的手，但是路要自己走。选择的时候，听听心里宁静的角落，有一天我会放手，因为路要自己走。失去方向的时候，记得抬头仰望清澈的天空。请所有的小朋友轻轻地站起来，好，可以去拿你的卡片，去找到队伍父母，把卡片送给他，给他一个最深的拥抱。我知道对你来说，这世界有一点复杂。我知道你的付出，却不懂该如何表达。我知道你不喜欢。
想